我只以为他送货而已。对，还那个阿伯啊，那个阿伯是老板的。他是上次我们过年，他去在那个什么奉天宫当义工那个。对，是他吗？奉天宫当义工，对，就是那个。就是他吧？啊，对。他经常在我们门口走来走去的。啊，对。在那边抓宝。对。啊。他拿着手机在那边抓宝。在那边抓宝。对啊。他有在抓宝。他在抓宝。你走来走去的，他看到我就，把他最近好。哦，安尼啊。然后把他问，最近都无就给你催。太太问我你到哪里去？关于最近人家心脏亏多。哦，太太有去开过刀。对啊，他说要去开刀。哦。他有一次问你们老板那个以前那个名证收起来那个，问我搬去哪里啊？儿童收起来的。没有搬，那就收起来。他我跟他讲收起来。自己跑去别的地方住。对，他不知道啊。跑去松红住。对啊，他不知道啊。我说你明天记得叫走。强姐啊，什么时候问的？他经常看到我。很久了啦，就是刚下面洗中门呢。名证刚收起来的时候。名证刚收起来没多久。过没多久，我就看到他在我们那个在店门口晃来晃去啊，经常走来走去。他就在你们斜对面那里啊。哦。就在你们店里右手边第二条巷子进去第二间二楼啊。啊，就是玉成街那里。没有到一层，这就是你们中波南路。中波还是在中波南路？你们斜对面而已啊，斜对面那个第二条小巷子那个啊。永和豆浆。第二条是第一条，忘记了啦。进去第二间二楼啊。永和豆浆那里。他住在那里。这个就是那个核能电厂哦。大道路跟中波南路中间那个